台南市文化局甲成大台文系合作开一个台语绘本的课程，学生走入社区，认识在地文化，佮用台语的白话字记录创作绘本。虽讲有学生台语讲甲无认同，不过嘛是真骨力讲，吃面子。人袂到，恩心到，规家伙啊疼透透，厝边头尾疼来头。学生甲四姑娘念甲真断定，四姑娘伫喜庆拢听会到，用来祝福也是提升成人的话语。为了要鼓励少年辈认识台湾文化，文化局参成大台文系合作，结合六个社区，让学生根据社区特色，找出古早文化。其中学生去文南社区了解古魂的传统，佮用白话字记录落来做发表，望用文字甲文化保留落来。好在文化唔来当讲出来，买当写出来哦啊，因为写出来才会当佮较久的安尼存在嘛。学生去体验吼，因伫个即讲话过程啊，啊甲伊要写海报即重点会当甲伊吼对话了，会当列出迄重点啊，发挥伊的迄个才华。台语绘本欣赏甲创作课程是选修课，有兴趣的学生拢会使来学。课程除了去社区探访做海报，另外阁分组做绘本，不论是编写故事、动物设计、文艺书写，拢是因的创作。教授讲，鼓励学生讲台语学台湾风俗。加这个绘本加做好，伊家己嘛爱去加强啊，爱学啊，吼，啊嘛爱看人安怎做啊，吼，所以着为做内底去学习。未使会晓讲，啊到即马哦，才会晓讲阮社区的故事。课程嘛有台语囡仔个活动，予学生每礼拜六用台语讲绘本故事予囡仔听，即嘛展现因所有的成果。这学期学生拢创作九本绘本，学校希望未来有机会会使正式出版，予台语绘本更加多元。记者李成武台南采访报道。